更多的地方要去走啊，我们应该只是一个布局他们的一个地方，这样还蛮好。我当然叫他们不要走了，这样我就可以去交警局赚钱。除了钱之外，其实我觉得想想还是对，蛮好的，请大家给他们这些友。Thank you.
谁敢是这样小钱啊？他很爱钱，他什么都要插一插。哎，这样，那实在。因为这首曲子是我把它变成日剧，是因为我知道大家的年纪都跟我差不多，然后你们都有小孩，我缺一个小孩都没有，但是有小孩一个月都长大了，所以啊，这很老套的，因为打死你也会相信，因为你没有当老师，因为是你在做当过老师的，我以前也不相信这种话，我觉得是屁话。